目的地高，骰子摇到什么颜色，咱们就抽什么颜色，谁先把它弄倒，谁就输啦。好，那我先摇。绿色，绿色，绿色，我跟你这边外面有一个，这外面，这外面，这边也有呀。那我是黄色，抽中间这个。你看，像我这样把它先怼出来，然后，你好聪明呀。紫色，这个。那也行，抽下面也行。可是它会转耶。对呀、抽下面的就是它很容易转。那这个容易抽。黄色，我抽这边这个。我帮你一下。哎，感谢我救命之恩，感谢你，我一会会帮你的。紫色，哇，你这个好稳，你这个好稳呀。蓝色不好抽呀。我抽这边这个。哎，它还是会转，你看我。可以。绿色，外面这个绿，哎呀不行，这个能抽，这一抽就剩一个了，这一抽很容易倒。哇，等会儿，它中间就剩一个了。那我不管，那它摇到红色的话，我不就你是绿色，它会摇到哪个都不太行，我抽下边的吧，下面的我肯定就，你看，哇，这个绿色好好抽哎，你这样子堆出来，幸运的了，完了，黄色，完了，我感觉你这个就不太行了，我觉得已经，怎么会呢？我肯定完了呀！不行，我抽哪个都不太行。你这个肯定不敢抽的，你这个抽它肯定会倒。抽这个吧，我觉得。